它非常的柔软亲肤，没有绑带绑绳，不会让你觉得很麻烦。好，因为呢它后面直接做好缩腰了，什么事情都不用做。它一样也是单层式的磨毛地毯式的感觉，没有什么内里，亲肤不刺痒，简简单单好看。这一件我只能保证软料到爆炸，有你要多软就多软，这种东西啊不要厚重，不要硬挺。这一件它就是造型取胜，然后整个大领式该给你的给你，然后落肩一样让你瘦瘦的，长度的部分也很刚好盖到大家最害怕的腰内肉，就是呢直接遮到屁股的一半哦。那黑色的话我觉得好看是因为它呢很显瘦之外，后面做了缩腰更显瘦。那像我平常是比较休闲的女孩，所以我就会穿比较休闲，那给大家看它其实落肩感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，直接让你短袖长袖背心它都可以一并搭好。还有呢它非常的保暖之外，它的这个磨毯非常的软，我觉得有一些磨毯很硬，我们这个磨毯是非常非常软，它没有那种硬邦邦的感觉哦。好，那如果搭黑皮裤的话，整个就是帅妹了，你可以自己搭。